让台下球迷看得目不转睛。乐天啦啦队女神林湘李多惠站 C 位跳开场舞，破除后不见后传闻，首度同台。第一次见到多惠，我为了今天呢，我准备了两句韩语。哪两句？안녕하세요저는林湘입니다첫포개스입니다반가워요可爱。일단너무보고싶었는데보니까너무기쁘고실제로보니까더예쁘고더귀엽고너무친해지고싶어요特地准备韩文，林湘说能感受李多惠的热情，也大赞对方舞蹈实力。哟，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超级像韩国女团，我真的衷心佩服。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湘。Hello， 大家好，我是萱。大家好，我是李多惠。比赛前先合体跟粉丝互动，双输站位错开，合照环节才站在球迷两侧，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刚好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球赛前就排好工作，所以班表前面就没有班，所以刚好才一直拖到现在才见到多惠。大家那个都是网络谣言，不要乱听信。我都얼른보고싶었는데빨리뭔가못봐가지고아쉬웠는데그소문이부러움안아이상한소문없었으면좋겠어요强调只是传闻啦。林湘说接下来想邀李多惠吃臭豆腐去游乐园玩，这回两个人合体应援让球迷都嗨到不行。 TVBS 新闻林一简、吴俊伟、洪一婷 SNG 小组桃园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